直播吧10月21日是北京时间2018年10月21日19点35分，中超第26轮，江苏苏宁易购主场迎战上海上港。上半场，埃德尔抽射稍稍偏出，随后埃尔克森头锤错失破门良机，严俊凌飞身就险扑出特谢拉头球。半场结束前，吕文君攻入一球，裁判示意吴磊越位在先，进球无效。下半场，吴磊头球稍稍顶偏，双方都未组织起有效进攻。江苏苏宁易购主场0-0逼平上海上港，上海上港五连胜遭终结，领先恒大两分继续领跑。上港的25轮过后积58分，领先恒大一分，位列联赛第一位。但是联赛冠军归属并未成定局，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需要保证获胜。而江苏苏宁积38分，离联赛第四名有11分的差距。此役虽两队有不小的积分差距，但是苏宁或许将在主场给上港的争冠之路带来麻烦。艾哈迈多夫担当奥斯卡与埃尔克森首发，吴磊与吕文君也将出战。苏宁方面，特谢拉与埃德尔出任锋线，帕莱塔坐镇防线。上半场比赛开始，江苏苏宁率先开球，一分钟杨孝天左路传中，后点吕文君头球将球顶出禁区。两分钟汪松右侧角球发入禁区被截。四分钟艾哈迈多夫右路转身传中，直接传出了底线。六分钟谢鹏飞左路直塞，特谢拉越位了。十分钟上港后场长传转移失误出了边线。11分钟特谢拉左路横敲，埃尔德禁区中路跟上打门稍打偏，特谢拉投诉上港球员禁区内手球，裁判未做表示。15分钟吴曦长传失误出了边线。17分钟奥斯卡右路传中，埃尔克森跃起头锤踢球台地后高出横梁。19分钟埃尔克森右路内切至禁区弧顶右侧左脚兜射打偏。21分钟帕莱塔后场长传禁区，谢鹏飞插上倒地铲射被门将没收。23分钟吴磊禁区前右路远射打偏。27分钟特谢拉左路传中被挡出边线。28分钟李昂长传禁区，汪松头球摆渡，埃德尔传中打在张A面部出了边线。29分钟杨孝天左路弧线球传中，汪松门前跟上撞射被严俊凌稳稳拿住。31分钟杨孝天长传前场中路，裁判鸣哨示意特谢拉越位了。33分钟汪松中圈送出直塞，特谢拉带球杀入禁区内左路横敲门前被挤围。37分钟埃德尔禁区内左路传中，特谢拉跟上头球被严俊凌单手拖出横梁。40分钟埃尔克森禁区内右路带球直传，吴磊传中，后点吕文君头球破门，吴磊越位在先，进球无效。44分钟艾哈迈多夫右路弧线球传中被头球挤围。44分钟吕文君左路传中，吴磊头球摆渡，帕莱塔将球顶出底线。上半场比赛结束，江苏苏宁0-0上海上港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上海上港中圈开球。47分钟埃尔克森禁区内右路连续变向后横跳被帕莱塔挤围。49分钟埃德尔禁区前沿搓传禁区内左路，谢鹏飞跟上垫射被门将没收。51分钟吴磊禁区内左路小角度转身抽射打在边网上。54分钟艾哈迈多夫禁区外围远射打偏。56分钟埃德尔禁区内左路传中，张卫头球挤围。57分钟埃尔克森右路底线传中，吴磊刚刚跃起头球轰门，皮球弹地后稍稍偏出。62分钟汪松前场左路定位球发入禁区，埃德尔甩头轰门被严俊凌抱住。63分钟谢鹏飞禁区内左路到三角传球，埃德尔推传，特谢拉越位了。66分钟谢鹏飞左路传中，埃德尔跃起头球顶偏。69分钟奥斯卡带球至禁区内左路抽射打飞。71分钟张卫左路弧线球传中，顾超出击将球摘下。73分钟
埃德尔禁区弧顶前大力远射打偏。75分钟，吴磊左路带球强突被汪宗断下。78分钟，特谢拉禁区内左路扣球被蔡慧康断下。79分钟，特谢拉禁区内左路横敲，张威抢先将球解围。83分钟，埃德尔禁区内准备踢脚打门被放倒，裁判瑞作表示。85分钟，禁区内吴磊倒地，裁判依旧没有做出表示。87分钟，张一外围远射打偏。89分钟，奥斯卡左路传中，帕莱塔将球解围。90分钟，艾哈迈多夫禁区外远射被顾超飞身扑出。91分钟，谢鹏飞左路传中，石科头球解围。全场比赛结束，江苏苏宁主场0-0逼平上海上港。江苏苏宁顾超五周云二李昂29帕莱塔28杨啸天三田一龙11谢鹏飞22吴曦33汪松8524吉祥9埃德尔10特谢拉替补位出场6杨博宇14南小赫 U23 18张明峰 U23 23李海涛 U23 27杨家威37梁金户 U23 上海上港一言禁令2张位4王申超50颗23傅欢80 24李胜龙6蔡慧康80 18张1 25阿哈麦多夫11吕文君8奥斯卡7吴磊9埃尔赫森替补位出场17张华晨 U23 2二孙乐27张仁明 U23 29聂梦 U23 39孙俊港 U23